确实呢，啊，是比一张纸还要，就是在纸上来说，就是很独特的黑色文字啊，是像 receipt 一样的纸。receipt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本来以为是不是 receipt 是收据之类的啊，是收据吧？是不是收据啊 ？receipt、receipt 好像蛮像的哈，是收据吧？これで六じゃない？哎，这不是那个吗？啊，那个保险箱吗？嗯，是不是车站那一种啊的密码式的呢？我刚一开始想是不是对 receipt 的收据，可是总觉得怪怪的。那应该是了，看来是。在那个车站附近啊，有一个 fast food 啊，一个快餐的那里打工的孩子，他会把制服放在那边呢。啊。嘿，そんなんがあるんだ，有那种事啊？不过为什么会有啊？果然，チビなの，小鸡吗？总之啊，色夜你活动社团结束之后一起去吧，我在那边等你，你知道在哪吧？然后呢？第二行，第九个柜子。阿大，有了有了。车站前面找到了目的地的那个，是保险箱。一天之内啊，可以开关，只要一开始付了钱，在中间都可以自由开关的保险柜呢。有什么呢？なんかあってるんだろう，会有什么呢？如果是七币的话，会不会是什么妖精国的招待券呢？看妖精国的招待券，你敢去吗？那种奇怪的鸟。啊，对不起。啊，以后啦，好，みんな以后がいいかも。いろは，色夜，你不要看搞不好比较好哦。どうして？为什么？嫌な予感がするんだ，我有不好的预感。那你什么呢？あんまり見ない方がいいもが，那总觉得就有一种感觉，你不要看比较好。就やめてよ，你不要这么说了，什么尸体或者小婴儿之类的。いや、そこまでじゃないけど，没有啦，虽然说没有那么夸张，不过、哦。本当？真的吗？大概吧。啊，开路由，开吧！真的是 receipt 哎，靠背，日本人的英文真的很烂，打开吧。啊，至少先确认一下，里面没有腐臭的味道，也没有哭泣声。那我就把保险箱的门打开了。哎呦，什么东西啊？我操，骗人的吧？呆呆，想像通りだよ。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呢。Hello mask。鸟面具在那个 S size 就是小型保险柜的底下，所以说这是复仇吗？一代打得敢空那口都到底是谁做的？黑色的箱子，好暗，在房间之中。那个是棺材吗？为什么会在房间的正中央呢？どうしてこんなどこに？不过何してんだだけ？为什么会有个棺材在那儿？我又在这边做什么呢？在棺材前面有谁呢？有人在，而且是个记得的涂鸦脸，是我看过的。好像镜子里面的波库是我自己。我看起来像我自己的那个人，重要的，看起来很重要般的摸着那个棺材。这什么灵魂脱离吗？还是又是梦？棺材中啊很亮，而且看得到呢，透过去看的是色夜的涂鸦脸，而且小小的身体。屁股，ごめんなさい，对不起，何树，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是不是讲错了？等等，是色夜在里面还是主角在里面呢？等一下我重看一下。哦，对，是色夜在里面，对不起，是色夜在那个里面，对，啊，小小色夜在哭着，总觉得好像在哪里有印象，悲痛的声音。伸出了手，不行啊，好像被房间的墙壁弹了开，碰不到里面。
僕はどうして助けないんだ？我为什么不帮他呢？啊，只是任凭棺材在那。我太天真了吗？なんだあれ？那什么啊？やめるよ。そんなことしてたら，别住手啊！别做这种事！快快把色夜的棺材盖子打开啊！啊，不过在棺材前的我，对我的声音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我的声音传不过去呢。好，仿佛要窒息般的痛苦。棺材的盖子啊 ，com tape， 好像贴上了那个橡胶的胶带啊的地方啊，位置不断的改变。住手！哦，就是说，为了啊，就是说，哭泣声啊，色夜在里面的哭泣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棺材的每个缝隙呢，啊，都被那个胶带给贴起来盖住了。やめてくれ，住手，住手啊！啊，从棺材那边啊，可以感觉到啊，色夜的眼泪不断流了出来，像是积水般啊，越来越多，会窒息吧？呀他，不要，うなされて起きたまで，又起来了。啊，昨天真的好糟呢。昨天也是，今天也是。学员祭之后一直都这样。那不是妖怪，那是个女孩。对，那是正常的女孩。只是主角有病。なんで？为什么？是因为看到了脸吗？还是金鱼缸的事情？なの夢？他たのかな？怎么回事啊？夢のことならいいが忘れても。梦的话也还好，忘了就算了。今日は水曜日，今天是礼拜二呢。啊，对了，是我要去接色夜的日子。十月十号。あれ？怎么不是学员祭的暑假呢？啊，一天吗？我的感觉好像怪怪的啊。哎呦，今天是暑假呢。色夜也传了 email 来。啊，早安啊！昨天的那个怪鸟面具啊，吓了我一跳呢。就算我再怎么喜欢啊，那个西比小鸡还是吓到了呢。啊，不过、啊、还特地用了那个保险箱，还是要花钱呢。Hanako do suru hido da yone， 真是个怪人呢。嗯嗯嗯，连连。啊 ，pampuku yodoko dobi 什么意思啊？那大概是他们言文字吧。哦，反复横跳哦，他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反复横跳啊，难道说他这个言文字代表有一个人在奇怪的跳跃的表现吗？今天啊，我有社团活动，我先去学校咯，之后再联络吧。还要去公道部啊，总之打个信给他吧。啊，就是打电话。デルガナ会不会接呢？哟 ，Kazuki 怎么了？哎，这是晃啊 ，Akira。啊，抱歉啊，今天是休假。对了，话说回来啊，你知不知道视听教室那个妖精的秘密基地的那个游戏软体啊？なんだ、sense のないタイトルだな。是什么嘛？那种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个标题。吉拉奈嘎啊，你不知道啊？哎 ，X O E X E， 你好，晚安。大体 game なんだ、ハルデモ。再怎么说，只是个游戏吧。电源关了就会重置了吧？啊，ガゲノ PC なんだから，因为是学校电脑嘛。それがなんか消えないみたいなんだ。不过啊，好像它不会消失呢。哦，品味，对对对，没有品味啊，对对，应该是品味啦。其实 S E N S E 不是 S A N S E S E N S E 才对 ，sense。会不会是谁特地弄的呢？啊，设定成说，就算你登出了再启动，还是会留着的软体设定呢 ？So nano 有可能吗？那个 Fade Hide Yasuka U Data 的，那应该是吧，在咖啡店，在网咖打工的人说的。So nanda 谢啦。不过那个游戏啊，好怪呢。おかしい，好怪。
就是说啊，他给了我一个啊那个密码锁的暗号，然后我去调查了车站前的那个保险箱，找到了怪鸟面具呢。なんだって、よくそんなの見つけたな。真亏你能看到找到呢。呀呀，这时候不是开心的时候了啊，搞不好是跟那个怪鸟事件有什么关呢。喂喂。啊，マスクだけじゃ啊，普通はルサなしないじゃないか，只是个面具吧，应该不是什么坏事吧？就是会不会只是什么单纯的，只是人家弄的呢？それもそうか，也是有可能啦。だろ，对吧？悪いやつには啊，就是说搞不好那些坏家伙的危险思想呢，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吧？そうだね，他就说有人啊，他的意思说有可能有人一开始就放在那了。也是啦，そう気にしなさないで，啊，いたすらいたすら，别在意啦，恶作剧啦。言われてみれば，照这么一说的话，确实呢，事件之前我就照着七笔的指示去做了，我也没有好好确认呢。有可能啊，是怪鸟事件之后呢，做这个游戏的人故意放进去的恶作剧，然后假装有个暗号。あきら話してみてよかったよ，ありがとう。跟晃你聊天真是太好了，谢啦。喂喂，啊，别这样了，那小事情别在意啊，他还会啊会秃头的、哦。元気だよ，精神就好了。ちゃんといい子供だし，正好呢。啊，你干嘛投爱心？你干嘛头上冒爱心啊？害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吗？你想做我做什么？索利亚，话说回来啊，你在学园祭的时候，是不是跟色夜发生了什么好事呢？都なんだ，怎么样啊？そういうのじゃないんだ，不是那样、啊，真的啦。なんだよ，真是的，好不甘心呢。就等等，怎么断了？啊，慌慌张的，赶快再打电话过去。不过上面写了啊，就是在想要重打的时候，那跳出来一个标题说，我收到信件了。啊，他就写的说 ，Mio， 看吧，这个照片啊。你呀、啊，可以从里面吸很多美味的汁呢。有一个添加档案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事。阿西，这不是色夜的大腿吗？好像有点不像哎。脚，是个滑滑有曲线美的大张照片，是裙子从裙罩在罩裙子里的吧？この太ももどこかで見たことが，那个大腿好像在哪看过呢？伊洛哈是色夜啊！哇，どうだ？怎么样啊？啊，这可是在之前学员祭所拍的呢。なんだアキラ，你呀、啊？啊，こいつなんだ？这个张照片呢、啊，可是卖了5张呢。嘻嘻嘻嘻，500元，500块？啊，才不够呢，这么多？啊，真是辛苦了，从下面拍照真辛苦呢。これ。喂，这不是偷拍吗？心配すなんて，啊，别担心啊，这不是偷拍啊，我们不是约好了，愿意让我拍照吗？确实啦，他是有说好在学员祭中可以拍照，可是没想到他是拍裙子里呢。啊，僕はイロハの目を初めて見た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色夜的脸的那一天。哇，我的好朋友却在看色夜的裙子里面啊，这是最棒的角度对吧？啊，特别让你看的哦，因为我是你的同伴嘛。そうやって僕のこと，你呀、这样搞得我不是跟你一样是共犯了吗？たりまえだろ，偶尔这样也不错嘛。啊，之后拜托你拍喽，無理だよ，不可能啦。总之还是把张照片删了吧。啊，脸啊。不是脸在照片上啊，也是看起来会像是那个涂鸦画。明然，不过腿却不同了。在上学时候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种角度的照片的样子呢。いいのか？啊，してるぞ。这样好吗？你真的要删吗？我可是知道的哦。你可是对啊，那个大腿就是膝盖内侧有特别的癖好呢。呵呵。なんで？你说什么了你？いつも啊。平常啊，都是有那个长袜当成铁壁的防御呢，就是为了这一天啊才这样的呢。
啊，这是接血，接血是不是指的是那个合成照片呢？阿里马斯谁啊？丹娜是吧？要不要合成照片啊，老豆啊，那个老爷啊，老板啊，这是那个大腿的呢？的诱惑，呀呀呀呀！啊，我们什么话都有呢？啊，卡内瓦伊的啊，好了，钱就不用了啦。只是啊，如果不小心暴露的时候，你也要当我的同伴哦。啊，膝里到底是指大腿的膝盖内侧，就是那个膝盖窝，还是指的是绝对领域啊？あんまりその那个気が取れないでよ。卡哇伊受打，居然被卖了呢，好可怜的色叶。嘿嘿嘿，心配するなんて，别担心啊，这是上层客人专用的。啊，おどどきで，这什么啊？哎，总之算了。にしても，话说回来呀，你还真想要这个膝盖内侧的照片呢？你呀，都没什么进展吧？进展什么的，恐怕做不到吧？倒不如说，还要保持点距离呢。哎，保持点距离。那抱歉了，那不好意思啊，晃跟晃赖。喂喂，怎么了？你们以前不是很好的吗？虽然不是吵架啦，只是那个时候好像想起了，总觉得啊，就是想不起以前的事情呢。这种最近，哎，真的吗？啊，我想起来，对不起，好像最近想了起来呢。哎，那不是很棒吗？难道那苦大概都虽然不错啦，不过，怎么说呢？一瞬间看到了他的脸啊。总觉得变形式跟记忆丧失像是别种症状一样，不可思议呢。果然，变形式跟记忆丧失是同时间发生的，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关系吧？嘿，难道要干嘛啦？うれしい気持ちでるんだろ，但是为你感到高兴啊。お前でば、我懂啊，再来不跟你玩了啊。你呀、才不是跟我玩吧？啊，よせ，算了嘛，你想起来就好了。啊！一口气棒的响起来，棒！喂，不要那么大声啦、痛死了，耳朵好痛。嘿嘿，对了，啊，俺も啊，いろはちゃんみたいな可愛い子啊，我也真想有个像色一样那么可爱的女生呢。啊，希望みたい言わないでよ，别说这种话了。啊，哦，抱歉，对了，我有事要走了。ありがとう、またね，好了，拜啦。真是的。虽然想起来了，色叶跟晃啊，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吧。啊，对了，也差不多快到期中考了，正在读书的时候，手机又响了。黄赖，啊，こんにちは，你好，啊，有点想事情想跟你说呢，电话也可以的哦，啊，还是要手机呢？就是写短讯呢？哎，这次是黄赖啊，他是在。他是还特地传简讯来问的，为了要还，就是赶快打电话给他吧。もしもし、ありがとう、カズキ君。你好啊，何树，抱歉啊，打扰你了，怎么了？ちょっと暗い話だけど、いい？虽然是有点低沉的事情，但是不是什么好事，可以吗？平気だよ，可以的，说吧。怎么了？又怎么？黄赖，你怎么了？啊，黄赖。ウサギが，兔子。上礼拜，那个司玉委员所养的那个学校的兔子，被怪鸟给杀了。诶？いろは話さない方がいいと思う。我想还是不要跟色爷说比较好吧。コロサレだ。对，ネコじゃなく、ヘル。你说被杀了，不是被猫，而是被鸟面具。スダスダされてた。对，而且是被弄烂烂的，而且是被弄得很烂。やりすぎだよが、だよ。好像太过分了呢，那人一定有问题的啦，异常的这家伙。いない，不在。猫，あれは，对了，
我想起来了，在学园祭之前，我去买东西回家的那天，有看到一个学校的学生在残忍的虐猫。不过那时候看的不是很清楚，我还以为是太累错觉。学生会长，不要啦，你们干嘛啦？学生会长又惹到你了，啊，九条静香又要扑哧了，而且还弄烂了。嗯，是难道真的是那个时候的学生吗？是那一天水城在喂的那个兔子吗？哎，库伊奇奇安安你好。难得松他口头怎么会这样啊？瓦甘奈，我不知道啦。那杀小动物这种事情，行吉拉奈，他们这种気持ち悪くて，杀小动物不可置信，好不舒服呢。そうだね，也是。上个礼拜色夜才抱了那只兔子呢，太残忍了。对啊，膝盖背面啊，对啊，就膝盖窝啊，就我刚讲膝盖窝、啊，就是那个阿玛嘎米那个主角塔吉巴拉那个菊去亲那个森岛学姐的那个位置。对，瓦嘎德鲁，那我知道了啊。我、哦、知道了，妈，一个人想太痛苦了，所以想跟谁说？嗯，跟何树你说了，舒服多了。谢谢你听我说。呀，キレクナクコメネあ，不好意思啊，听到这个坏消息才不好意思呢。嗯，挂了电话，跟晃打完电话，虽然解除了些不安，哎，不过那个不安啊，因为跟黄赖说话之后又回来了呢。嗯，去接他好了。哎呦，鼠母，你干什么啦？あら、カズキさん、今日は休み、休み家。哎，今天不是休息吗？为什么穿制服呢？啊，鼠母，你才是为什么穿衣服呢？哦，不是，我说鼠母，你为什么在我房门口晃来晃去的呢？啊，那个、啊、虽然是放假，不过在学校有事，还有事要做。そう、大変ね、辛苦了呢。すぐ帰るなら、ちょっとお願いしてもいいかしら。啊，对了，有件事可以拜托你吗？嗯，你说吧。什么？在站前有间店啊，有个衣服啊，拜托他去弄啊，就是已经付过钱了，不过今天买的东西太多就没拿了。我知道了，那我去帮你领吧。妈，他是 Kiru 啊，谢谢啊。还有，那走吧，那我出门喽。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啊，路上小心哦，小心车子哦。啊、正好社团活动也结束了呢，公道场呢的学生们也一个一个鱼贯而出。いろはだけ出てこない，嗯，不过色夜没出来呢。あれ、カズキ君，哎呀，何树啊，呀呀，いろはいらない啊，色夜你知道在哪吗？もしかして心配して買いに来たの？啊，难道你在担心吗？色夜啊，他清扫完之后啊、去那个垃圾的焚化炉去了。欸，不过话说回来，日本的学校好像都有那个小型焚化炉烧垃圾的，台湾的好像都比较没有齁，都是丢到垃圾桶。那、啊、他去了那个垃圾场啊，丢去烧垃圾。啊，阿里嘎多，索雷加，谢谢，我闪了。阿里塞德鲁内啊，伊罗哈马德内，真喜欢他呢，拜拜。啊，总之啊，我就好像没听到的一样，往烧那个焚化炉走去。我总觉得焚化炉不会有什么好事哎，不知道为什么。啊，在前往焚化炉的时候，听到了一个铁板空空空的金属音，我就站在了那。やだ、出して、出して、お願い、出して，不要出来，拜托你出来。伊罗哈，伊呀。他是得，他是得让我出来啊！伊罗哈，伊罗哈，多口，色夜你在哪？啊，声音停止了。我急忙一看，我慌了，不妙，太安静了。卡兹基，卡兹基，塔斯克德，何树，何树，救命！啊，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啊，马上又听到了一个声音，伊罗哈，啊，不会吧，色夜被关在里面了？哎，哦，不对，还没他说。这是一个不是色夜的女学生的那个涂鸦脸。妈的，等等啊，那个女生啊，啊，沉默着啊，就是朝我背对我而离开了。诶，她背对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黄色的圆圆的头进入了我视线之中。あれはヘルマスク，那是怪鸟面具。
虽然也有看到涂鸦脸，难道说又是？伊罗哈，卡兹基，卡兹基，雷琳达安，声音确实在这附近的，可是我看不到色叶的人呢、啊，干他就在焚化炉里面啊！你是智障哦！不过啊，烧却焚化炉的地面那个洞，好像有放了一个什么啊？之前有放了一个哦，在焚化炉旁边的那个地方啊，放了一个老旧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置物柜，老旧的置物柜，可以从那里听到声音。哎，啊，在那个置物柜的外侧呢，啊，被那个像是木乃伊一样啊，用那些塑胶绳啊，还有那个那些东西啊，一圈一圈的捆了起来。タダのゴミ？难道是垃圾吗？カズキ、イロハ！啊，一阵疯狂的声音啊，那个整个置物柜都在摇摇着。怎么会这样？伊洛哈，我找到你了，我马上开。卡兹基声音越来越弱，然后那个置物柜也安静了下来。啊，我就慢慢的把那些那个绑的东西解开来。啊，呀，呀，呀，不要！啊，狗们，对不起，对不起。啊，似乎啊，因为那个把那个让那个动到了那个置物柜啊，他很紧张。我马上就把它弄开了啊！外面的打的结很硬，我马上解。Kazuki， 对不起，没事的，慢慢来，没关系。啊、这什么对话，莫名其妙啊！哎，琳达你好，哎，色叶有幽闭恐惧症啊，所以我知道啊，就是说，就算是这些啊，这些塑胶绳、塑胶带啊，很痛，但是还是赶快弄开吧。啊，居然被丢在了焚化炉旁边，跟垃圾一样。要是万一被丢进去，就惨了吧。开开开开开啊！总算打开了。嗯，啊，似乎被关起来啊，很恐、啊，待了太久了呢，色叶动不太了。嗯，我 啊胸口像是什么感到了什么般，很不舒服啊，把色叶抱了起来。伊洛哈，卡兹基，伊洛哈，莫大丈夫だから。啊，伊洛哈，没事了，来，慢慢呼吸吧。哈。在他差点呼吸过头的时候，我拍了拍他的背。好暗，好黑，好可怕！那是那个谁好吗？面堂中太郎。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梗有几个人知道。伊洛，伊洛，もう大丈夫だよ。没事，没事的。啊啊啊！なんで？怎么会这样？我们移到了草地边啊。啊，我就是继续拍着他的背，让他冷静下来。有恢复点啊，干，可是你不觉得好像更糟吗？好像怪恐怖的吗？我啊，是来丢垃圾的。色叶终于恢复安平静，开始说了呢。然后呢，啊，那个想要把那个置物柜的盖子盖上。正当我要盖上的时候，就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我就摔进去，就跌到了置物柜里面。然后呢，啊，然后有一个手推着我，啊，压着我，把我推了进去，然后把盖子盖上了。Hello, Masku Dada， 啊 ，Bigly， 啊，就是说是那个怪鸟面具呢。然后啊，吓我一跳，手指还被夹到了，好痛。可是我还是努力不放弃呢。色叶的一根手指啊，已经整个又红又黑啊，像是满满的内出血呢。好，可以吃，可以一个，走吧，去保健室吧。那公道部的那边啊，我会跟老师，我会帮你说的。那么警察的话就，虽然结果是没事的嘛，我就拉着他的手站了起来。妈的，等等啊，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德树，你有看到他的涂鸦脸吧？啊，一半是谎言就是了。拜托你，警察，不要，先不要跟警察说，先都不要跟别人说。誰がこんなことしたのわかるまで，至少到我知道是谁为止。でも、いろは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し，但是他对你做这么过分的事情，要是再晚一步，不就糟了吗？お願い、知りたいの，拜托你，啊，我。お願い，拜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我说真的，我不允许对色夜做出这么过分的犯人让他放在外头跑。但是あの時見えた，但是那个时候我所看见的那张涂鸦脸。我刚。